开始上课吧。大家一起学台湾华语吧。珍珠奶茶，珍珠奶茶。一杯，两杯，三杯，四杯，五杯。请给我两杯珍珠奶茶。请给我两杯珍珠奶茶。请给我杯珍珠奶茶。凤梨酥，凤梨酥。一个，两个，三个，四个，五个，六个，七个，八个，九个，十个。我要八个凤梨酥，多少钱？我要八个凤梨酥，多少钱？我要个凤梨酥，多少钱？大家一起练习吧。下课咯，下次见。